好，先从中间开始。我们的平安，阿爸呀。从中间偏左边一点点。啊，圆，那这样圆周了，老师啊，老师很厉害哦，都讲那些细节，都可以帮我们精准到地方。好，来，再从最左边的下方。没圆周，一撇好几条。最左边的下方。圆周一撇哟。啊，그리고이제타이완오면항상밀크티를빠지지않고멤버들이맛있게먹는데뭐오랜만에먹다보니까타피오카가예전보다좀다르게사이즈가좀작아졌더라고요조금아쉽습니다那我们每次来到台湾呢，都会喝到珍珠奶茶，那每次都觉得珍珠奶茶真的非常的好喝。可是好奇怪啊，好像那个珍珠的奶茶的珍珠啊，那个尺寸好像越来越少了，就觉得哎，怎么了呢？让我们有点小小的失望呀。맞죠좀작아졌죠对吧？是不是少了一点啊？那个珍珠粒。一样吗？一样大吗？因为每一家的特色不一样，看你想要吃多大，你就跟老板说，我们下次帮你准备。네집집마다다다른데요원하시는사이즈를말씀해주시면저희가그가게를한번특별히부탁해가지고아래큰게좋더라고요我喜欢力大一点，要力大一点的，像包子或馒头这么大 ，OK 吗？馒头같은이렇게큰큰한괜찮을까요저희항상먹던사이즈가요번에사이즈였었는데요번에먹는사이즈가조금해졌더라고요我们一般吃的就是它第一次比的那么大小，可是这次呢就好像变得比那个小了一点。对，因为你以前吃的叫波霸珍珠奶茶，这次只有吃到是珍珠，所以每一次的口味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很难得可以跟 Super Junior 讨论珍珠的大小。这次来到了台湾，有没有会跟彭于晏有没有约碰面呐、啊？有没有什么要一起见面？我刚才呢打电话跟一起那个彭于晏，是，所以我告诉他你现在在哪，他现在他说我现在在厦门。在厦门拍电影，是，所以我也是现在那个在韩国拍电视剧，是，所以结束以后，我们两个人是一起见面，是，对，那至于在哪里见面，我们就不告诉大家了哈，让他们好好的玩一玩具。好，来右手边，오른쪽가주세요오른쪽중간으로가주세요好，最中间谢谢。